好，问候家人们平安啊！今天是除夕啊，也祝福大家啊，新的一年恩典满满啊。那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提多书3章啊5节到7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好，那除夕呢是农历的最后一天呢，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呢，有除旧换新的意思啊，就是旧的年岁啊，可以除去，然后迎来新的开始。那在除夕之前呢，我们的传统就是要把家里全部大扫除，期待有新的开始。春节的第一天，好，我们都会穿上新的衣服。那在这个期间呢，讲话也会要特别小心啊，只可以说祝福的话啊，否则呢会认为不吉利啊，而且会一年都没有好运啊。那保罗说呢，我们基督徒啊，也是要常常除去旧的，换上新的。但我们的除旧啊，这个性质和方法和不信的人是不同的。那除夕呢，它的除旧和更新呢，它只能是外在的，即使换上的呢，新的衣服啊，或者新的工作，甚至新的房子呢，也是外在的。而圣经当中所说的除旧换新的是内在的。是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是赐给我们重生，是有圣灵的更新呢。这是治标又治本的改变呢。这就如同什么呢？我们的钟表坏了，它不走了，那怎么办呢？我去换3个那个外面的那个指针吗？那肯定不行嘛。它虽然是指针不走，但真正的问题是它里面的，要从后面把它拆开来，是表芯出了问题。那否则就是换上那个纯金的那个指针呢，它还是不走。所以，我们知道呢，信主前呢，我们可以把外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衣服穿得非常的新，但是各自的劳苦重担呢，每年好像仍然没有减少。那即使新年假期过后，仍然是呢劳碌奔波。那更换的东西呢，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慢慢变旧。那等到下一年再继续重新打扫，期待好运能够改变呢、其实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啊，收入已经翻倍，但我们的幸福呢却并没有增长。那基督徒的更新呢，是从全人的得救开始的。这里说他便救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啊锦上添花，而是重生啊，这是起死回生。这个救是因为我们有需要嘛，才用这个救。是救我们脱离死亡，这是救命啊！所以神的除旧换新，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个地方脏了打扫一下、装修一下，他是给我们换命。那新年所有人都说祝福的话，期待来年的好运。那要想有好运呢，就是要改命。那改命的问题不是我们说说好话就可以了。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呢，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不是因我们自己的努力啊。多年前看到新闻说，很多人为了那个改运呢，特别是初一早上要去抢那个投注的香啊，在庙里面啊，以至于这个香啊，可以被拍卖到上100万的天价。就去烧那一下就上百万，为了好运呢，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回来之后呢，除了钱花出去之外，其实任何其他的都没有改变。这就是偶像，偶像就是迷惑人，让人去为他卖命。但是真神呢，他却是牺牲了自己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神的爱了，这就是怜悯。所以，我们得救，我们的除去旧我。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怜悯和恩典，改变我们的是神的爱，爱的力量是最大，然后能够使我们有重生的生命。那重生
这是我们命运改变的基础。先得救，我们后面的人生就会越来越顺。之后呢，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那圣灵的这个更新呢，它不是单单给我们穿一件新的衣服，因为第六节也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哇，这是最大的福气啊！这幅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样的一个福的临到。整个好像就把我们整个都淹没了，厚厚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呢，让我们可以成为后世有那永生的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所以，我们这个恩，我们称义，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还有上帝的应许。这个世界都是追着福啊，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圣灵的更新呢，福是追着我们的。神的恩厚恩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我们有不好的地方，也是需要慢慢的改变，但先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先从我们和神的关系开始。要知道，拦阻人类幸福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人能力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因为我们的罪。这背后呢，是有魔鬼的拦阻，是与魔鬼在征战。因此呢，我们就要用属灵的办法来面对这个除旧。来面对这个迎新钟表，它不走啊！你即使换上那个纯金的指针也没有用，即使换上那个镶着钻的外壳，它还是不走啊！前不久，那个马斯克他们那个可以那个脑机接口的那个科技取得那个初步的成功啊，可以在人的大脑当中植入芯片啊。那这个技术呢，可以使很多瘫痪的人呢重新的行走。这个 AI 的科技真的可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那以至于有人呢就更加的期待说可以用科技来升级人类啊，可以用科技甚至改良人的基因，那之后呢人就不会痛苦，人可以永远快乐。那用这个科技除旧换新，人类就可以甚至用它来征服死亡啊！你看他认为说痛苦的问题解决，死亡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但岂不知啊？罪的问题不是生理的问题，而是灵魂的问题。人类用科技其实永远升级不了人类，因为人类不是机器，只有创造人类的神才有这个能力来升级人。其实，在2500年前呢，神就这样说过要给我们升级啊。神借着那是以西结书，他说要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要把我们旧的生命。用圣灵重生，可以承受永生。用圣灵的更新，把我们在世界的忧伤、哀哭变为跳舞，然后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所以，除夕新年我们除旧换新，人类真正的更新，不是与钱对接，也不是与科技那个对接。而是应该先与神连接，然后我们就升级了，就改成那个升级为2.0，而且这是终极版的2.0。神不需要再有3.0、4.0，因为神是全能的，他给我们一次的更新，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盼望，就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更新不是让我们自己越来越强大，而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因为神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对焦神呢，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变，福气就追着我们。对焦神呢，那个神的爱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即使我们面对困难，甚至我们也会有眼泪，但我们的路途当中充满盼望。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圣灵不断的祝福我们，把基督的那里的恩典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岁月，他以恩典为冠冕。然后让我们的路径都地下直油，所以新的一年，求神祝福大家，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生命不断的更新，得蒙神的祝福。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这么大的恩典，并且这个应许不是以后的，而是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因信靠你，因你的爱，我们就已经生命得以重生，然后我们整个的命运就被圣灵不断的更新。不断地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丰盛的地步，在这个除夕的日子，让我们除去旧的，
让我们去更换新的，不断的被圣灵所带领，充满神的恩典和祝福。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